而很喜欢把生活照当中一些扮丑啊搞怪的照片 PO 上网的艺人小 S 是台湾在大陆的艺人当中呢微博网志上面最受欢迎艺人 No.1。 啊啊啊，小 S 和蔡康永在节目中活泼逗趣的主持风格打进了对岸的演艺圈，在大陆拥有不少粉丝，尤其两个人在新浪开了微博之后人气更是不断飙升。小 S 延续敢言敢秀的特性在微博上彻底展现，常常跟粉丝分享生活点滴，甚至还 PO 上了姐姐大 S 酒后的丑照、女儿的童言童语，还有她自己不化妆的素颜照都通通搬出来，吸引了超过417万的粉丝加入。至于蔡康永在微博中展现的是个人的文采，让372万粉丝看到他有别于舞台上的另外一面。如今蔡康永在大陆的大学校园里面犹如大明星，受到追捧。另外包括了徐若瑄、蔡依林、范玮琪在微博人气榜上也是名列台湾艺人的前五大，而拥有6500万会员的新浪微博也已经成为两岸娱乐圈的另外一个舞台，就连日本成人影片演员都把微博当作前进大陆的重要关口。これからミニブログを使って皆様と交流し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青空でした。中天新闻江明珠综合报道。